把它抱在身上了。现在我们看看姥姥给我们做了什么好东西。哎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家里的装饰啊，是我们买的花开富贵的平安富贵的灯笼，还有我们贴的窗花，富贵有余吧。我们过去看看姥姥给咱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是姥姥弄的饺子馅儿，虾仁和猪肉，还有韭菜。你们谁想学的，我们出过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最好吃的三鲜馅饺子，阿姨在炸鱼炸虾。哇！炸鸡，炸虾。给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新加坡春节必吃的东西，叫鱼生，捞鱼生。好像是预祝着来年兴旺发达的吧。这个是我以前在央视四套的一个师姐给我送来的，她现在在新加坡电视台当主播，是个美女主播。之后你们一定会在我的视频里看到她。娃娃这个小坏蛋下午没睡觉，困不困娃娃？为什么不睡呢？你说困不困？为什么不睡？是想聊。困不困？更快。现在翠哥在表现他的第二个厨技，除了牛排之外还会擀皮儿，擀的还不错。然后我跟姥姥在包。第一次夏天过春节感觉好奇怪，外边还下雨了。对，还特别热的。人家女孩跟我说、啊、春节外面下雨热，她说从现在开始就热了。是吗？3到6月份最热。对，姥姥现在饺子已经都弄得差不多了。这肉干看着好好吃，里面你看是有黑松露的。这个是肉干里来的那个黑松露，我们用纸包起来，来削吧。哎，还真的可以。别，你别削到手，我看着有点害怕。削不上手，老厨师，不熟呢这一块。啊、哦，很多，比咱们那天在那个他生日那个 Monty 那个桶，给的都那一看这块大，那舍不得削一削。是新加坡新年的一种东西，解开吧，解开吧，解娃娃姐，娃娃姐，娃娃姐，娃娃解开。哎呦，这还一个活儿，就是应该是往上扔，然后许愿，就好像祝来年又好运气。这是东南亚。哇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巨现在要全家捞鱼生，给你讲一下鱼生。你也先许愿啊！嗯、1、2、3，好运好运，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，万事如意。OK， 万事如意，吉祥如意。发财进宝，宝来了啊！发财进宝。还吃了吗？可以，吃个鲍鱼吧。吃个鲍鱼，招财。看那个娃娃能吃吗？啊，看看啊。有点硬。嗯，他这个味道还可以吧？嗯，挺好吃的。嗯，他说，我要尝尝。嗯，对。哦，还有，娃娃来，娃娃挑一个。还有天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们新年年夜饭，这都是妈做的。妈和爸做带鱼。带鱼是翠妈做的。嗯。红烧肉，红烧肉，烹大
干炒大虾是脆霸，脆霸我做的，这是麻子的饺子，这虾是脆霸，这个红烧鱼也是我做的，红烧狮子头也是脆霸我做的，这是脆麻，这是脆麻，那是脆麻，香菇油菜也是我做的，香菇油菜，嗯。土豆沙拉，啊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蔬菜沙拉。哇，这个鱼生真的很好吃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生。妈给你腌块牛肉的，呀也爱吃。恭喜奥利发达拜年了，奥利发达。拜年了你是吗？这是娃娃第一个重复的节日。爸爸真美丽，来打一个脆霸的丸子。给大家分，一人来一块儿，嗯，那就办了。哦，好，非常好。这我觉得啊，太干了，老李，你堵着嘴儿怎么喝啊？好吃吗？嗯，哎呦，是吧？嗯，干嘛？想喝酒？喝酒呢？这不简单，咱第一次喝。你看，该不喝酒？他看咱们这样，他也这样。有什么菜谱跟这个传统有什么不同的？菜谱十三香，咱哪儿都有十三香，我没吃过十三香。嗯，你古代哪有十三香？你这不就瞎说吗？四喜丸子就是起源于哪个朝代？不，就是比较传统一点。你这个好吃，好吃，就是淀粉多，就是淀粉多一点，因为当时弄肉稍微软了一点。对，里边肉的那个肉感。少了一些，除此之外都非常，但是味道非常好，味道我觉得其实还是什么肉是吗？里脊肉，对。实践证明，常不听，还是我经常说的那个，聪明人干什么都行。我就知道老杨说这个。开始夸你，夸不过最近老爷厨艺见长，老爷厨艺真见长。老爷在家从来不做饭，在这儿从来不做，因为阿姨做的不好吃，所以老爷就开始做了。逼上梁山，对，逼上。这是老爷做的，看色香味俱全。嗯、妈妈，你拿这干杯。妈妈，嗯，要不你睡觉去吧，睡觉觉。爸爸，睡觉觉吗？睡觉觉。姥姥做的这个土豆沙拉绝对是吊打起士林，完爆城轨餐厅。起士林是什么呀？起士林就是天津一个百年老字号的西餐厅，从解放前就有。对，我们家我们小时候也有起士林，还有一个和平餐厅，和平餐厅这两个。西餐厅是老跑那儿端菜打啤酒，那你们家够有钱的，那个年代还能去这么高级的餐厅端菜？还有一中餐厅呢，叫红叶，是啊、也在我们家附近，特好吃。红叶餐厅、周家食堂、现在都没了吧？餐厅、喜士林、和平餐厅还有吗？有和平饭店没有了？和平餐厅就是西餐厅的，西餐厅就喜士林还有，其他都没了。当时他爸是星二代。不 是, 不是他不是星二代，他也算星二代。其实我姥爷也是星二代。对，你是星三代。其实所以带着星二代光环是我老舅，当时上大学，所以把了巨多的妹，就是因为星二代长得帅。你想一米八几的个儿，而现在美术高材生，现在还帅吗？胖子，容颜逝去。现在体重180，身高180，体重180，脸就这么大。咱做的菜太多，还有饺子呢。我觉得我们家做这年夜饭够一个团的人吃一礼拜的。说真的，我爸是虾红火烧，到味道都巨好，我觉得比你做的好。你知道为什么比你妈做的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啊吃的时候啊特别爱琢磨，你妈做完之后，我就觉得应该哪个哪样的佐料我应该再多放一点，哪个再少放一点。所以我出来要比他水平要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对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在新加坡普遍非常好，新加坡这都是霸掌勺。现在我已经练得能抖了，抖勺了，抖勺。你问你妈，关键啊，我这个菜啊，做的好坏还搁一边，关键是什么呢？还是夸自己？不是夸自己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关键我是速度快，我会那个。安排好优选法，先熬什么我都俩锅一块炒，再高级厨师特级厨师他得一个锅一个炒，我俩锅，你问问 Cecilia 我俩锅这面炖的鱼丸子紧接着炒，这个优选法，这样你才能快。对，反正 Cecilia 给我配合得好，快一炒往里头拿盘子一盛，盛出来之后把盘子给它刷，感觉拿那锅紧接着又开始炒，所以说就流水作业，流水作业。我别说这鱼也不好吃，我现在觉得我爸的厨艺已经全线超越你了嘛，开个脆霸的厨房吧。我还别说，实事求是一下，我炒的菜，比如干烤大虾，那红烧鱼，我比你做的好。
虽然啊，现在我炒菜啊已经超过你妈，但是呢，咱实事求是讲，好多菜就是都是你妈先教给我的，告诉我怎么炒。教完了，不是。但是呢，我吃一篮剩一篮啊，我超过你了。我真的希望你超过我。超过当然好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爸就在新加坡基本涨勺，后这几天啊，基本老爱涨。但是前期工作的给做好，把虾给炸出来，鱼炸出来，料都给切出来。老的美味饺子是全麦面，所以颜色有点深，但是又健康又好吃。全麦面一个，而且是里脊肉。给你们咬一个，给你们看看里头。我们在这儿做腊八蒜，跟你说还给搞笑的。超级好吃，然后饺子今天咸蛋正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个饺子的咸蛋啊，我特别敏感。你妈和好馅儿完了之后，纯的，哎，我就闻就能，不用尝。像有些人还得他们舔一舔、尝一尝，我没有。我端起来盆儿，我一闻，我跟你妈说不行，有点咸，你把那点韭黄切进去，炒那鸡蛋都搁进去。完美了，现在完美。我已经非常饱了，但是我给大家再吃一个，就为了给你们看看这个饺子里面。你妈和饺子馅儿，在咱们认识的朋友和咱们家里所有家的范围之内的亲属们当中，你妈是 number one。嗯，超级好吃。再来一个儿子，妈妈。哎呦呦，这么兴奋！哎呦，哇！哎呀，哎呦，三婶买。我看你还哪样啊？你还哪样？瞧你的美。你喝吗？我看来个饮儿去。哎，他就跟知道今天是三十儿，锁住这家，他就知道今天是一个不一样啊！他看大家都穿红衣服什么的，又做好吃的，你再来一个饮儿，饮儿进来，妈妈，妈子，一饮而尽，快来喝，来一二三，他给崩出来了，他觉得新鲜，拿出去擦，好 ，OK， 快点，喝吧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哎，能。哎呦，碰杯呀、啊！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一。嗨，嗨，抓手，爸爸，抓手，抓手，你跟大伙抓抓手，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我们现在全家要去 The Fullerton Bay Hotel 里面的那个 Lantern 去吃饭，然后顺便。提前庆祝一下情人节，来，爸爸走了，快，爸爸，爸爸，今天把脸自己抠了一下，撞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，就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。你怎么回事，爸爸？不知道呢，看我们出的小啾啾，你也没哭，你撞脸了，你什么时候弄的？弄的？怎么回事？说说。怎么回事，宝贝？说说怎么回事？宝贝。大家好，舅舅，不给大家说话，你得笑。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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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大家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大家好。这样啊，这样说，大家好。人家都是从上面照哈。嗯，他从下面照。啊，哦，小脸破了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说，对脸拍，对颜值非常有考验。哦哦哦哦，说说，大长睫毛呢？呀，娃娃，哦哦哦，还得拍点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 The Fullerton Bay Hotel， 这个就是那个酒吧的地方。实际上，这个就是离娃娃过生日的地方也特别特别近。然后它这儿现在都是有 Chinese New Year Decoration Red Lantern， 在后面还红红的，弄的都是中国新年的 decor。我们现在到了 The Fullerton Bay Hotel. Lantern is very beautiful. 啊，现在都是 Chinese New Year 的 decor. 爸爸，看妈妈了吗？妈妈呢？哎呀，真好看，真好看呢，妈妈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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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那个。好看吗，妈妈？特别气氛不雅，它这就是南方的感觉，你看人家这个，都是南方的，对，也挺漂亮的。南狮子也挺好看的哈，跟北狮子长得不一样。看看人家的对联写什么啊？
鸿福长林庆吉祥，迎春纳福贺新年。这是一只男狮子。娃娃，娃娃。啊？这个金牛长得像一只猪。可惜有点下雨。好吧，那刚才还没下雨。翠哥现在穿的像一个姐妹一样，挎着个包。OK， 我们已经坐下了，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，他把这个都给铺上了，因为外面下雨，雨太大。你看，他把这个屏障都放上了，但是他说待会儿雨小了，他就把屏障打开。本来应该很美的景色，但是现在全下雨，都挡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儿的吃的 ，Prosperity Fly。啊，现在他终于把，哎，看彩虹。哎，你们两个小人可以互相视频。看彩虹。这看看彩虹出来了，真好看呢！哇，整个一个彩虹，现在整个全的彩虹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彩虹好漂亮啊！Happy New Year！ 2012年是我过生日什么的，还是在坐在这个位置，在他这个泳池的旁边。这个是我在新加坡最喜欢的酒吧之一。我们要的吃的来了，看看我们的吃的，有 lobster roll， 这个是翠哥的 fish and chips sliders， 然后又有一个 lobster， 然后还有 saute， 湖南去玩去是吧？出海鱼吗？别有刺儿啊！他自己站着呢，看自己站，哎呀！啊、哦，不对，飞是啊、哦，飞是。招个手。看看招手来。来了一只鸟，看见鸟了 ，Where's Birdie？ 来了，来了一个 Birdie， 别看那 Birdie， 哎呦 ，Birdie 走了。这就是一个，就是半 bar 半餐馆这种，就是地点比较好。别的吃的非常一般，后面这不是金沙酒店吗？来，娃娃过来找妈妈来。找妈妈，妈妈走过来。妈妈，谢谢你的带他走。妈妈，来找妈妈。妈妈，找妈妈了吗？娃娃，给姥姥姥爷拜年，给姥姥姥爷拜年了。拜年，拜年给红包。给拜年，给姥爷拜年了，给红包，红包，快点，快点拿，快拿，给你一个金色的童年，一个红红火火的一生啊！哎，他真好，第一个压岁钱包，给，哎呀，真好呢，真好呢，妈妈，正好搁着。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有钱都给妈妈啊！哎呵，真好，都给妈妈。嗯，赚钱都给妈妈，好，都给妈妈了。看，都给妈妈，我还给妈妈，这也给妈妈。
都给妈妈。好了，我们玩了一下午了，我们回家了啊！玩了一晚上，咱们回家了，你该睡觉了啊！走了走了，咱们回家了啊！要想这样倒了，你困了，他有点。哎呀，跟姥爷可好。来点金枝呗，金枝。躺上来了，他自己想躺下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我们现在全家去翠哥的好朋友 Kevin 小哥哥家里做客，去那儿吃 barbecue。 他们刚刚生了一个二胎宝宝，是女孩，然后老大是男孩，然后 baby girl 现在坐在车里，我们现在是打了一个 grab 去。大家看我的耳环行吗？我爸爸唱歌呢。唱什么呢你？还这么高兴？嗯，你这么开心呢？小歌手，多认真的唱，好，鼓掌，唱得好。再来一首，唱这么听啊！现在到了 Kevin 小哥哥家的这个 facility 这儿吃 barbecue。现在 barbecue 规定只有八个人在一起，这个是 barbecue 的 pit。Outback，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。哇，有鸡翅烤糊嘞！这个是 Kevin 小哥哥，他跟翠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对，我们是青年人。这是美丽的 Penny 小姐姐，是北大的和哈佛的学霸。她刚刚生了个小女儿。妈妈叫你呢。说好说明，但他们这个好像是他们。完了，你又不理我了。这儿呢？他是我们这儿有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说什么呢你？本来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应该是开了，应该是伴郎之一。对。就她怀孕了，正好预产期，在我们结婚那两天就。最后是几号结婚？9月17日啊，你想，我们23号的婚礼，本来预产期其实是23号，对，预产期是我们就不正式，让他稍微提前了一点，太有缘分了，结果就没办法，看完就当了，结果就没当了。5周年、10周年在 renew 一次 vow 是吗？对，在 renew 一次 vow， 用来保持身材。对，不是你不胖，他没有肚子。Kevin 经常锻炼，他跳街，他跳街。Kevin 会那个 burst out 街舞，你这么一说，他感觉我看着那个，我不是你看他的街感觉，对对对，有一沉俩厚的。他的胳膊跟我的腿差不多，身高有优势。哦，你也要多。他一看那个，娃娃带水了。对，反正有好多就说我做交作业的好多的。对，我们在说就是前两天 Kevin 和 Penny 做三鲜馅的饺子，然后在网上找那个菜谱，然后就找到了翠妈的菜谱，在 YouTube 上找到了。你看他看大家用那个盒，他也得用这个盒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得用这个盒。还喝？这多好，这不是素食锦吗？这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你看把人里留着，这我妈做的很好吃。对啊，我一看就这酱牛肉，然后还有一盒那个红烧肉。我们还带了一盒红烧肉，我妈的红烧肉，崔哥在那烤呢。啊？他们俩十几岁就认识了吧？你在英国认识的？没有，06年认识，今年15，十七 year anniversary。哦，15年了你们俩。我们在香港认识的，我们实习。一块在高盛实习认识的。哎，你们俩在高盛 Goldman 实习的时候，俩人是一组吗？哎，差不多一组吧，就是他在我前面一排。啊，潘妮的小妹妹，你是不是二胎女儿来了，小公主来了，真可爱呢，真可爱呢，宝贝，太可爱了。啊，你看这是谁？妈妈握个手，看看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哎，握我妹妹的手，先看看。妹妹，小公主，太可爱了！走，握握手。妈妈，跟妹妹握握手。哦，给妹妹喝。给妹妹喝。哦，给妹妹。宝贝走了，要不然妈没法吃饭。对，拜拜。小腿儿的小肉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来尝一下我的手艺吧。好。哇，崔哥烤的。尝一下。来吧，潘妮。咸蛋的可能可以再加一点，先尝一下。还行，咸蛋。
是吧？嗯，尝一尝，怎么样味道？真可以，羊肉不错，可以吧？可以是吧？羊肉好，啤酒。我来尝一尝，一边烧一边喝，一边吃。嗯，非常不错。挺好的。而且是肉可以，你吃了吗？肉好。我觉得比那个咱们去那烧烤那个地儿比那那不可能那么贵的肉。对对对，这个比咱们那个烧烤那羊肉好吃。嗯，对，好吃多了。你真好看呢，宝贝。你打招呼。真美丽呢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对，这个你们烤不好了，不会烤，不会烤，完全不知道。这个你要买，可能得买熟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怎么着？后来才发现，可能应该抹黄油的。就买熟的回来热一下。对，应该买熟的。完全不会烤，烤不好，你那肚也烤不好，都烤不好，不会。嗯、不会下次就有经验了，你没去，糊了，烫不上，还烫了。呀、yeah, ，no。又烤的好。嗯，失败了，没经验。阿姨，爸爸，哎呀，阿姨好呀，真的阿姨好呢，亲亲阿姨，亲亲阿姨，爸爸亲亲阿姨，亲一下吧，亲亲吧，记得阿姨哟。他的小眼儿呢，自己抠破了脸上。他不沉呐、啊，他不重，他就瘦，吃的可多了。他跟他爸一样，就吃完了全拉出去了，一点都不长胖。这种体质令人羡慕。好的呀，不愁长胖。对，他没我闺女强，我觉得他也就十六七斤，也就。让开开叔叔抱抱。我还没抱够呢，都。幸亏有你呢，要不然得羡慕死。真好。哎，他们俩长大了以后可以当闺蜜了。对啊。他们俩正好差六个月，多好，可以当闺蜜。让叔叔抱一抱行吗？叔叔抱抱。可以哎呦，真给叔叔面子，真给面子，真好呢。你看叔叔辛苦半天了，叔叔给你烤吃的，勉强接受。真是，知道跟爸爸是好朋友。对他平时不让男的抱他。嗯，来爸爸抱抱。呀，宝贝，拍你阿姨给了红包，美女阿姨给了红包，好开心啊，宝贝。